对，我是从真的可以说是从骨子里边特别喜欢的，不管是什么，我说我别的厂里我不会去，我就喜欢做刺绣。所以说我妈妈没有说要管我要怎么样，都是我自己愿意这么做的。I hear there's a story that only passes down to girls instead of boys, and you're the girl, so maybe naturally you're the one who is going to inherit the skills from your parents.对对对，我们就是跟着他们，后来慢慢慢慢的跟着我妈妈。嗯，那么我十二三岁呢，那时候呢，我自己就是那种简单的，我一个人会独做了，然后交货拿货，我妈妈就不管我了，因为我妈妈以前是在那个大队里边做那个和服腰带的，也是出口日本的。嗯，然后那么发放站的人呢，他们因为我自己很小一点点去交货拿货。然后他们对我熟悉了，那么政府就是第一批找那个，也说是绣工吧、绣娘吧，然后把我的名额报上去，我经过考试，我是第一批考进那个刺绣厂的。当时我16岁，是属于年龄最小的一个。